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72面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又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如弥陀苏超云，智觉云，总持教众说。37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为遮那内心正自受用，成于无智，自中央法界清净之，次从四智流出。四方是如来，其妙观察智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则一佛而双而土，因弥陀即毗卢，故云一佛。土呢，在净佛国度；二土为华藏与极乐。双者兼也，亦为兼灵，盖为一佛兼灵两净土也。这些都是从现象上说的，性没有差别，相有差别。佛菩萨、祖师大德们都是清真发身的法身大士，他们都回归到自性，也就是贤首过师所说的自信清净圆明体。所以从性上讲，是一不是二；从相上讲呢，是二不是一。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真相就大白了。啊，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现前了。今天3月5号，是我们韩馆长14周年的纪念日。他是1997年3月5号往生的，
过去13年，每一年的今天，世界各地敬宗的同学都会到图恩巴来做这个纪念。今年因为学院成立10周年，我们把这个纪念呢，就跟10周年纪念呢合并举行，就延长到10月。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3月4号是张家大师圆寂54周年的纪念。他老人家是1957年3月4号往生的。1977年7月13日，方东美先生过世，34周年。1986年4月13日，李老师往生。25周年，这个四位大德，成就了我们今天敬宗的沉船。这四个人当中少一个都不行，换句话说，就没有今天我们在此地聚会这个活动。方东美教授接引我入佛门，这是个意外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信佛教，方老师也不信佛教，方老师是著名的哲学教授，大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他特别给我开一门课，哲学概论。每一个星期天，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一个老师，就是我这一个学生，每个星期2个小时。上午大概9点多钟到11点多钟，通常我9点半以前一定会到。这一部哲学概论没有课本，也没有文字，完全是口传口授的，他讲我听，有问题随时发问，随时解答。最后一个单元叫佛经哲学，我认识佛教是从这儿开端的。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第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把我们
以往对佛法的误会啊，错误的这个曲解佛法完全纠正过来了。在同一年，好像是两个月之后，我认识了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大师也非常慈悲，也是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也是一对一的教学，三年，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学佛的方法是他传给我的，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放下就是禅定。看破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真实的了解，也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你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自然会放下。放下是功夫。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见思烦恼，你就成阿罗汉了。放下尘沙烦恼，你就是菩萨。放下根本无明，你就成佛了。学得再多，如果没有放下，你就中国人说寸步难行啊。在佛法里面讲，你无法提升自己境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办法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看破再帮助你放下，一直到连放下也放下了，没有了，你的功德就圆满了。这是我认识张家大师第一天他老人家传授给我的，叫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唐朝人著作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告诉我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那你就会走弯路。你就会受很多辛苦这种教导确实很少一般这些高僧大德他不会传授这个东西给你。嘱咐我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我们堕了之后才了解，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教育家，他是老师，30岁开悟，就开始教学，每一天讲经教学，79岁圆寂，
教学49年，这是个好老师，典型的教师。49年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去度假，就放假了，没有。逢年过节，天天还是讲经教育，没有一天中断。啊，真正是教不倦，学不厌，教学相长。啊，我们这才明了，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啊。啊，宗教里面一定崇拜一个神，所以叫造物主，佛法里没有。啊，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呢？佛说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宇宙从这来的，生命从这来的，万物从这来的，这是个大问题。啊，这是科学跟哲学终极的目标，就想知道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科学跟哲学都没达到。啊，大乘教里头，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唐朝初年，贤首过世，有一篇论文叫《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并不很长，真正是淋漓尽致啊，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唯心所现，谁的心呢？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唯识所变，谁的识啊？自己的识。啊，整个宇宙千变万化，是你自己的情识、分别、执着在主宰。啊，把宇宙的来源，我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都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要感激现代的科学家，特别是80年代到现在。这30年，最近的30年，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的辉煌。无论是宏观宇宙、微观世界，讲量子力学，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清楚了，现在科学家证实了。啊，这也证实这外国的科学家了。爱因斯坦，他说过，他说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与科学走得最接近的就是佛教。啊，这个话了被证实了。世尊一生教学，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是教学，
把教学收获了，我们相信不超过300年。教学收获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金蝉佛寺，做种种法会呀，搞热闹，应该是近代的事情，古时候没有啊。古代这些帝王非常聪明啊，中国古人虽然是敬天地鬼神，但是他不否定人的智慧能量。主张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正如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心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自己的心主宰着自己，吉凶祸福，也主宰了宇宙，一切变化。大乘教里关于这些言论太多了。极乐世界怎么来的？阿弥陀佛的智慧、意念成就的。持续到现在。没有改变，没有其变化，这是要靠每一个往生的人，他们的心念要跟阿弥陀佛相应，极乐世界才能保持不变之啊。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不是同心同愿，极乐世界就衰了，就产生变化了。所以佛聪明，绝对坚持这一点，永远不改变这个原则，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心净则国土净。阿弥陀佛是清净心，这个经题上讲的，他的心是什么？清净、平等、觉。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心，都要清净、平等、觉。这三条具足，生十八土。由清净跟平等生方便土，
只有清净，平等觉还没有，生同居土，翻身同居土。虽然生到翻身同居土，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的平等觉就现前了，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虽然有4土3倍9品，它是平等世界啊，有这个层次，不能说没有，程度不齐，但是它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呐、我们前面读过啊。这一段的开始是黄念老的，破除我们的疑虑，证实大乘佛法圆融无碍，大自在啊。让我们不要再有分别执着这种烦恼，最好连习气都断掉。我们的心跟弥陀就完全相同了啊。《华严经》里面讲华藏世界，讲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化身佛，毗卢遮那的名号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说它为法性身、法性土。毗卢遮那住的常寂光净土。身遍一切处，土也遍一切处，没有形象。身土都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六根接触不到，它就在面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没有办法感觉到。科学家也无能为力。为什么？就是他们有现象。只要有现象，科学家就有方法发现它。它虽然没有现象，它能够现现象啊，所以它能生能现。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它所生所现啊。它能生能现，它没有变化，所以叫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八土啊。设法界里面呢有变化，为什么有变化呢？设法界里面的众生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叫情识，就是有情识，有分别。
啊，勤施能变，设法界里面森罗万象所变，我们今天疏忽了，只看到它所变，没有看到啊所生所现。所生所现跟所变完全融合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假象，没有看到真相，诸法实相没有看到，实相就跟假象混合在一起。你要能看到实相了，那你就是法身菩萨了。啊，你看不到实相，只看到假象，这是凡夫，特别是六道凡夫。四圣法界里面的人知道真妄混合在一起，但是他还没看到真相。六道凡夫连真妄混合在一起都不知道，啊，到化身菩萨了，他就见到真相了，啊，所以大乘经常讲啊，这一桩事情，为正方知啊，啊，你真正正到了，你就明白了，啊，告诉我们，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我们可经常也这样说法，毗卢遮那是化身佛，阿弥陀佛是报身佛，释迦牟尼是应身佛，一界是三，三界是一，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报身是这个是化身是体呀，报身是相啊。应化身是作用啊，啊，以应化身来帮助设法界的众生，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回归自信，啊，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常寂光。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步。因为我们现在回常寂光是绝对做不到的，必须先在极乐世界好好的修行，把无世界的烦恼习气统统淘汰尽，才有能力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真正的自己啊。换一句话说，学佛就是把真正自己找到。啊，身不是自己，身是假的，有生有灭，灵魂也不是自己。啊，最近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到附体的现象。啊，附体现象是什么？是灵魂在起作用。啊，说明人没死啊。啊，去年年初我们发现中国甘肃啊，有2100年前
罗马凯撒大帝派了个军团侵略中国，全军覆没，都死在中国。这个军团的鬼魂，2100年没散呢。变成鬼道的兵团了。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孤魂野鬼，苦不堪言。当年东征的时候吃尽苦头，死了这个2100年，天天在受苦啊。这是情执，这是分别执着，造成这个现象。附在两个妇女的身上，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么再看近代这些年，西方的催眠术很发达，一个人在催眠状态能够回到过去，过去1世、2世、3世，有一个报告，好像回到过去80多世，4000多年前。人住在洞穴里头，他能说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证明真有轮回。轮回转世啊，不一定是人生的，有转畜生生，有转鬼道生，也有上天升天的，还有到地狱的。所以人没死啊。真正明白这一桩事情，你就不怕死了。你对于生死就完全不在乎了。可是利苦得乐，是一切众生所追求的。那怎样要离苦得乐呢？离苦得乐是果报。因是什么呢？断恶修善。恶的因就是苦报啊。善的因啊，就是乐果。因果这个道理丝毫不爽啊。这一段里面讲弥陀俗称，这是偶益大师啊，莲池大师的作品。里面有一段，知觉云，古时候祖师告诉我们，宗持教中说37佛。宗持是大乘教，是一乘教，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广义的说，是一切大乘，
狭义的说，是一佛尘。37佛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37，我们今天知道，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华严用十表法，弥陀经用七表法，密宗里面用16表法。这个地方37也是表法。换一句话说，设方30，一切诸佛如来，哪一尊不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全是啊！毗卢遮那是长吉光啊。通通是从长吉光里面流出来的。等觉菩萨成佛了，这前面我们读过学过的，我相信大家都还能记得了。等觉菩萨提升到妙觉位了，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现在面前的什么长吉光图回归长吉光去了。长吉光是一体，没有分别，不但没有分别，起心动念都没有，是一个圆圆满满的整体，这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三种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但是又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呢？它一切具足，一切具足不是现象，没有现象，一切具足。所以只要有缘，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从它生的，都是从它现的正报一切诸佛是它现的，依报一切刹土是它现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身是不是从长吉光所现？是的，一点都不错。佛是他现的，众生是他现的，所以《华严经》上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情与无情，没有一个能够离开毗卢遮那，这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知道，智觉禅师所说的话，还是方便说。没有说透，
啊，他说：“这那内心呢，正自受用，成于无智。啊，五种圆满的智慧。说自，啊，自己，中央法界清净智。”啊，这是体，清净智是体。那么其他的四智呢？流出四方如来，这个四智就是大圆净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啊，流出。这个四个如来，其妙观察智呢，就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所以，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佛是一，不是二啊。毗卢遮那佛是他的法身。啊，是无量寿佛的法身，无量寿佛是毗卢遮那佛的报身。所以一佛双土，因为弥陀即是毗卢遮那，故云一佛。那土呢？有净佛国土，二土华藏极乐，毗卢遮那在华藏，阿弥陀佛在极乐，叫二土啊，一佛二土啊，双金双是金也。故云一佛，啊，见识亦为见灵，盖为一佛见灵两净土，华藏净土跟这个极乐净土，是一啊，不是二啊。有东密日本的密宗，因为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日新教大师阿弥陀密释云的解释阿弥陀的，一者无量寿，化身如来。具法界功，不生不灭，是故大日如来何名无量寿佛？二者无量光，化身如来妙观察之光，遍照无量众生、无量世界，常恒是利益，故大日如来何名无量光佛？大日即毗卢遮那，大日即阿弥陀佛，佛教里头无论是哪个宗派，他的本尊名号不相同，其实是一个，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再扩展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
他所崇拜的创世主都是一个，绝对没有两个。我最近10年有缘分跟世界各个不同宗教接触，我把我的看法向他们报告，那就是全世界大家所尊奉不同的教主，真神只有一个。每一个宗教那个神不同的名词，不同的形象，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这个真神在佛教里面不称为神，佛教里面称为真如法性。其他宗教称他为真神，全是他的化身呐。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我们要互相学习呀。你要不相信，你去研究你的经典，然后研究世界上不同宗教经典，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我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圆满的智慧？相信。真神有圆满的能力？相信。真神有圆满的相好？相信。真神能够变化种种不同的形象？相信。那就对了吗？真神在各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变化跟你们这一个地区的人相同。你要是接触很多地区，你就感到很多大家不一样了，其实是一个。所以，经典里面的教诲，总的目标、总的方向，绝对是相同的。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背景，这不一样，所以大同小异呀。于是，我们要彻底了解事实真相，一定要记住，互相学习，互相尊敬，互相的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才真正能体现出神爱世人。在佛法里面讲，范围扩大了，大慈大悲，神爱众生啊，比世人的范围大得太多了。神的爱心包括全宇宙，叫大慈大悲，无条件。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体，是真如自性的相分，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学佛必须有这种
认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弥陀，这是梵语，具无量意。从字面上翻，梵文阿这个音，翻成中国就是无，弥陀翻作量。这名号里头，它的意思是无量。什么无量呢？一切无量。这是它真正的意思。一切无量。寿命无量，光明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样样都是无量。中国人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都知道这个人，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你说那五句话是不是都是讲的无量？他明心见性，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无量的清净呐，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我们想想这五句，句句都是无量。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意义。这个三种翻译是密宗翻的，无量寿，无量光，这两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讲过，密宗加了一个甘露王，密教以此三名，以其次第，表法身、报身、化身，无量寿法身，无量光报身，甘露王化身，又可以为无量庄严、无量清净等等。有十二光明，一切弥陀名号。后面我们会念到十二光。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又阿弥陀三字，每一字一句无量意。无量意里头，每一意又具足无量意，重重无尽呐。中国古人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们用这两句话来形容阿弥陀，可以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深妙的义理。古大德的解释很多，都没错，都有道理，真叫琳琅满目啊！阿字为不生之意，故是空地。这是以三地来解释。迷字为无我之意，故是随缘之假地。陀字为如之意，故是中地。三地，大乘经上常说的，最普通。引用的最多的天台大师的三谛、三智、三观，智者大师常说的阿弥陀密誓云：“阿字，一心平等，本初不生意。”也说得很好啊。本初不生就是不生。不生当然就不灭，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信德的名号啊，一字一心平等，无我大我之意。无我是没有小我，只有大我大我是什么呢？大我之体就是法身，大我之相，就像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万法大我之相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己。你如果真的明白通达，肯定这个事实是真的，那就恭喜你，
你真的发生了。现这个身，住在这个地区，跟这个地区众生现同类身。现这个身做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是为这个事情实现的啊，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给大家看，帮助他也觉悟，这就叫弘法利生。下面陀字，一心诸法如如寂静矣。一心是诸法的本体，体寂静，相当然也是寂静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的人，我们心不清净，外面现象也不清净，刹那生灭，这个要知道，这与体不相干。我们的念头不是真心，真心没念头。大乘经里都常讲，真心立念，有念是阿赖耶，不是真心，叫妄心。妄心有念，真心无念。妄心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真心没有。佛菩萨用真心，真心就是阿弥陀。凡夫用妄心，阿弥陀就不见了。下面再看，又阿字，佛不异，是离智不二啊，法界体相故。这些是密宗的解释，对阿弥陀三个字的解释。华严经具足一切佛法，所谓的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包括。无量寿经跟华严经一样，也是通通都包括。啊，所以念老解释这个华严经，啊，解释这个无量寿经，用华严经解释，用禅宗来解释，用密宗来解释，说明这一部经的教义统一切法了。
不但通佛法各宗各派，还通现代的科学跟哲学。他全通啊，所以他能够解决问题。啊，我们要问，今天世界社会动乱，无量寿经能不能解决？能，肯定能。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无量寿经能不能解决现前地球上的灾难？答案也是肯定的，决定的。而且方法非常简单。真的，难信之法了。啊，什么方法呢？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解决了。没人相信，不学佛的人不相信，学佛的人也不相信。啊，他为什么不相信？他对于这桩事情。理事不知道啊！啊，真的清楚明白了，他相信了。这句佛和佛号要怎么念？大师智教你的念法，你要能做到啊！释智菩萨怎么讲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用这个方法去念，就对了。度摄六根是万缘放下，度摄六根是智心一处。我们这个经上前面念过。执行一处啊，静念不怀疑，不夹杂，想续一生接着一生，不要中断，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能解决社会问题，能解决地球的问题，能解决太空里头许多复杂问题，所以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呐！这社会出了问题了，能不能办？能办。地球出了灾变了，能不能办？能办。太阳系在太空当中的运作，啊，轨道出了问题了，能不能办？能办，没有一样不能办。啊，今天难呢，难在就是大家不相信啊，这个难。难在没有人护持佛法了，啊，护法这个使命，释迦牟尼佛在世，当时是富陀阁国王大臣，啊，所以历代的帝王国家护法，啊，带头来学习。
人民相信了，跟着去学。啊，现在走向民主了，国家领导人没有去学习这些东西，疏忽了啊，不重视他了，于是灾难就起来了。啊，灾难为什么？人心坏了。现在整个世界的问题，包括地球灾变的问题，啊，是人心的反应。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居民，个个都是上善之人。弥陀经上讲得好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上善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人心不善了，佛经讲地狱讲的很多，讲得很详细。我们同学前年下了一点功夫，查大藏经，查到25部经论，佛说地狱的状况，讲地狱的因果。啊，我们把这些经文抄起来，变成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本书如果我们大家看看，反省一下，我有没有造地狱业？道教也有一本书《玉历宝钞》，流通量很广啊，姜老师地狱变相图是根据玉历宝钞画的啊，我们拿了对照一下啊，太上感应篇仔细对照对照，我们犯了多少地狱的罪业。犯了多少恶鬼畜生的罪业，就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的业障都消尽了，都爆掉了，恢复到清净，遇到佛法，这才顺利的去往生。如果业障深重，没有良心，不能回头，佛号念得再多都不能往生。啊，我们要真的虚心去反省，就知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一个就是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摄受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另外一条路大概就是无间地狱。这一桩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选择哪一条路？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造的罪业这么多，怎么消？只要至心一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经上讲得很清楚，要相信，不要怀疑。一声佛号，灭80亿劫生死重罪。我们念为什么消不掉？为什么一面念心里一面在浮躁，就造业。所以把念佛号的功德抵消掉了。啊，告诉你，用清净心念，啊，都是六根嘛。就是一切放下嘛，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其他的念头通通没有，这个力量就太大了。所谓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了。无始以来造的罪业，几天就消掉了。难在至心一处，难在对于这桩事情的甚深的道理没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就有怀疑，怀疑是非常大的障碍，叫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啊！啊，没有怀疑的人有福了，真的有福报啊！啊，怀疑的人非常非常困难。啊，这才说了一个阿字，密宗佛部，离智不二，法界体相。迷字呢，莲花不一，妙观察智，生法二空，实相本来不然六尘，如莲花故。这就是清净心的。要妙观呢，啊，生法二空，生是众生，法是万法，众生万法都不可得，啊，怎么样观法呢？贤首过失还原观里头告诉我们，先要明理，生法就是从一体起二用。二用就是正报跟依报，法是依报，身是正报。
一真二报，都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所生的。体一尘不染，一切现象都不存在。所以，虽然从体现相，相就不是真的，相是幻象。《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讲般若22年，般若的宗旨是什么？告诉我们，一切法，事出世间法，全包括在其中。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法，一切法，也可以受用，也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你要想控制想占有，你就造罪业，造罪业你并得不到它。如果说造罪业能得到它，那这个造罪业还讲得通啊，造罪业得不到啊。所以自己要认真想想啊，第一个，身体你得不到，你晓得什么时候死啊？连身体都不能控制啊，都不能占有啊，何况身外之物。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你疏忽了，灵性是真的，永远不灭。不是灵魂，灵魂跟灵性实在是一桩事情。灵魂是在迷的状态，灵性呢是在觉的状态。所以灵魂觉悟了就叫灵性，灵性迷惑了就叫灵魂，不能迷啊，迷了他就搞六道，出不了六道，觉悟了他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怎么迷的？情执迷的。分别执着迷的，这是迷的现象，情执分别执着。他不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桩事情，只有大乘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劝你万缘放下了，生法而空啊！设想本来不然。六祖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从来未染污，如莲花故。陀字呢，金刚不异，
如来妙智自性坚固，能破一切妄想，缘底故。这是阿弥陀三个意思，三个字分开来说。自性坚固，不生不灭，本无动摇。怎么说能破一切妄想？他根本就没有一切妄想，也没有一切愿力。愿的是说烦恼，的是敌对对立没有，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和睦同体，没有敌对，没有怨恨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又阿字空义，一心法体，本自虚妄相，空无故。一心是真心，真心事出世间所有的虚妄相，空无它不存在。没有虚妄相啊！能大师报告里头，自性清净心，没虚妄，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自性清净心的样子，难得他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简单。迷呢是假有相，真空妙有啊，一心平等，诸法如幻假有。体空寂，相假有啊！陀中道矣，一心平等，诸法立二边，无定相可得故。中道是什么呢？中道就是平等性。不偏空，也不偏有，为什么呢？空有是一，不是二。有在空中，空在有中，不即不离。所以菩萨示现在设法界，叫随缘妙用。随缘跟大家没有两样，妙用是什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妙啊！菩萨的心
常住在清净平等觉中，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的心现在常住在妄想分别执着中，这个亏就吃大了。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跟烦恼相应了，跟真心不相应了，苦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有阿字有意，一心提相，本有不生，无灭尽故。阿识法身是常寂光，真的是本有，不生不灭。无灭就是不灭了，这个意思就是慧能大师第二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没有生灭。”这是你自己的真心啊，这是你自己的真我。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换一句话说，就是把本来的我找到。假我不要了，我发现假我不是真的，我要把真我找到。真我就是发心身，真我就是阿弥陀。真我就是卢舍那，真我就是大日如来。佛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就是佛。你是哪一尊佛？这些佛的名号全都是你的名号，你跟他无二无别。中峰禅师说得好：“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这个心真心呐，不是妄心呐。迷之空矣，一心诸法了，自心不可得故。一切诸法是从一心所生，一心就是自心，自心不可得，诸法就不可得。所以诸法可以受用，可以欣赏，不能执着，不能控制，不能占有。你就是用的真心，想控制它，想占有它，你用的是妄心，妄心造业。妄心很苦，真心自在，真心不造业，真心随缘妙用，全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说它多妙啊！
驼子不空矣。这中道了，一心诸法本来发生功德了，无断绝故。啊，对，阿弥陀。你是空义，托是不空义。不空说什么呢？发生功德无断绝故。发生里面有般若智慧，无断绝。有自性本定，无断绝。有无量的功德。啊，我们讲德能呢。现在人讲无量的才艺，你容易懂。无量的能力，你有能力，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到，这都不断绝。无量的相好，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发生功德了，所以它不空啊。空中有不空，不空当中有空。你得把体相用通通融合起来，融通之后恍然大悟啊。又阿兹音译，佛界众生因一心住，因一心迷故，佛界众生因一心觉是菩萨了，因一心迷了，这就是众生了。觉迷都是佛界众生。觉迷不二啊！觉迷是相上有觉迷，性上没有啊。事上有觉迷，理上没有啊。妄心里头有觉迷，阿赖耶里头有觉迷，真性里头没有。迷是行义，断人法二我；正身法不空，至佛果故。你看第二个讲行。行是造作，这里头最重要的，人我法果，这执着啊，人我执，法果执，这个要断了。
人我执是烦恼障，法我执是所知障。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实现的时候，19岁出家，离开家庭出去求学，人我执放下了。他出去求学，求法了，求了12年，30岁，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叫法我执放下了，两种执着统统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叫真修行呐！所以真。生法不空，一切法相有性无。从相上看，不空啊；从性上看，不有啊。非空非有，这是诸法实相啊。知佛果故，能够提升到妙觉果位。陀是果义了，有因有果，这个几句啊，是用因果来解释阿弥陀。是不二一心，如如理智啊。是则佛果故，这就是你的功德究竟圆满。不二之什么？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不二。二是讲心相，是讲事理，是讲因果，这都是二啊，对立的。不二者，它是一，不是二。性相亦如，理事不二，因果也亦如。清净心里头，找对立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它是一体，因果是一体，离事是一体，性相是一体。你怎么样分割？如是差别法门呢，即名字相异。所以这些名字相。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就对了。你要是执着，你就错了。执着，你的心不清净了。名字是假名啊，不是真的，怎么说它都可以，只要懂这个意思。所以。名字相，
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可不能执着。执着你就吃亏了，你就错了。啊，马明菩萨叫我们听教，就是听讲。听讲呢，不要执着言说相。啊，我们不是来听他讲言说的。不要执着名字相，此地更加名字相，不要执着。第三个，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相，你听了之后，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就错了。啊，说实在话，佛说一切经，没有意思。因为没有意思，所以字字句句是无量意，有意思就是一个解释了，就不能有第二个解释了。啊，没有意思就有无量意。啊，为什么？与自信相应。自信里头一法不离。啊，反过来说呢，一法不舍。这是事实真相啊，法而入实啊。啊，我们今天学经教，学了多少年不开悟，学了许多佛法，不识佛的佛法。是自己的佛法，为什么都是自己怎么想怎么想的嘛？全是自己的佛法，不是如来的佛法。啊，如来佛法没学会，原因是什么？我们用错了心呐，我们做了文字相，做了名字相，做了心缘相，所以永远不知道。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开经记讲的好啊，叫你展开军舰，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怎样解如来真实意？用真实心，用真心，那你就得真意，如来真实意。可是我们都是用妄心，妄心怎么能懂得如来真实意？又如是自相，互无定相。这个你讲了这么多，名字相，没有定相啊，怎么说都可以啊。啊，如帝王珠，这是举个比喻来说，就好像。忉利天王宫殿里面的所悬挂的罗网，罗网每一根网交界的地方都有宝珠。你可以看，不可取舍，没有取舍的念头。没有取舍，就是没有爱憎。取，你是喜欢他了；舍，你是讨厌他，把他丢掉，讨厌他。没有取舍，就是没有爱憎，那是。意思是什么？平等心啊！底下讲了，一心平等不可得故啊！我们常说可以欣赏，可以受用，不要占有啊！我们今天
生活在这个世界，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世界一切可以受用，不要占有，不要控制，有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支配的念头，这就造业了。啊，一定要用平等心才能利益众生，如果说自私自利的心，那就造罪业了。啊，用平等心，用清净心，啊，是，你会做得非常圆满，做得非常好，心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这一段我们还没有学完，时间到了，今天就学习到此地。